寝てる状態。ど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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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から順番に移動案内です。はい。你们在睡觉？没有。啊 ，no no sleeping，no no no no。啊 ，OK。哦，哈哈哈哈哈。姐姐，你有没有睡觉？没有。啊，今ちょっと案内はちょっとできない。哎，ちょっとできるかな。OK OK OK。听不懂玩，听不懂玩，玩不赢你那个。会不会玩？好，对，好，玩。他马上说我去，我去，真的。好来，快点，走进来试试吗？我就是进去，我们都进去，我们都去厕所。这边坐，我要开门。暗困啊，暗困啊，今天老巧困。我一定会来救你，你干嘛？啊，我们这个也没睡啊，你要来救我们啊？因为这群人不走啊。对，只有你来，我全这群人不走啊。嗯，我们这一趟很有意义的爱心之旅。干嘛呢，公伟？就是因为有你才可以完成。干嘛啦？不是我啦。希望你可以完成。不是我啦。哇塞，做的好厉害哦！这个啊，就是我们一直很想要有一个完美的旅游，但是我们的心都很纷乱，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组成这一个那么辛苦的旅游。然后你很棒，带而且出门不容易，你的用心，我们常常很羡慕，也很佩服。然后今天很高兴你把这，你愿意把这颗心用在我们身上。带我们一群人过来。哎，我没有带你们啦。有焦虑的心情，你一次一次的鼓励我，知道我不是孤单的，非常喜乐，期待旅行我们能更加正能量，勇敢面对生活与爱情，更为我们友好的社会氛围挺身走出，让梦想成真。所以我其实有写一段话送给你们。旅行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旅伴。生命的长短不重要，重要的是生命里有谁。那我很谢谢我的生命里有你们。Yeah.
来今晚的主角圣如淑慧佳。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the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the stormy sea.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the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So raise me up.我想如果成为勇者，这对夫妻看得上我们给他一个再一次热烈的掌声。大家总觉得医生应该有遇到这样的事情赶快可以装备起来然后努力往前，没有。其实圣如跟我说，一开始的时候他知道他是医生，但是他还是很无助的。他是带着孩子去找他的学长，找他的老师，他一样要寻求有没有可以让这个孩子可以变好的这样的答案。有一天老师很冷冷地说，圣如，你是医生，难道你不知道答案吗？那种艰辛艰酸其实跟所有的家长他们的感受是一样的。其实圣如，我想问你，你怎么样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感受？其实以前在当上一个小儿科医生的时候，我只相信医学跟科学，我觉得人定可以胜天。可是当我的孩子一切的产检都是那样的正常的时候，在我孩子出生的那一天，因为我的太太肾脏的感染，所以小米提早了一个月出生。那我还是很单纯的想说，小朋友出生了，我们打打抗生素也许就好了。所以我也是带着一个当爸爸的期待的心，带着照相机到产房去 stand by， 请我新生儿科的学长来帮我接生。可是就让大家看到，在小米他出生是灰紫的，他是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的。我当下的本能的反射就是丢下照相机，戴上手套，自己去帮他急救，去帮他 CPR。我想，这是上帝给我开一个很大的玩笑，让我从云端跌到谷底的感觉。急救之后送到加护病房，心跳虽然回来了，可是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我的学长叫我去产房陪我还仍然在感染的太太。我走出加护病房，走到一半的时候，我的手机又响起了。加护病房那一段又告诉我说，小米又没有呼吸心跳了。这时候好像走在一个交叉路口，一边是我的太太，一边是我的孩子。可是没有医学的
书可以告诉我，我这时候要做怎么做。没有人教我怎么样当一个爱妻儿的爸爸，怎么样去撑起这个爱妻，有爱妻儿的家庭。小米出生后，虽然后来救起来，可是呢，前两年是艰辛的。我用尽所有的方法去找寻任何一丝的奇迹。MRI 做了四次，做到最后一次，我的放射科的主任跟我说：“你是小儿科医师，难道不知道脑性麻痹就是这样子吗？它是不会逆转的。”可是我也是一个家长。如果当医生的时候，我可以很理性；可是当一个家长的时候，我仍然期盼奇迹的出现。我从期盼，也许他可以走，到也许他不能走，到他也许能讲话，到他真的不能讲话。那我只期盼他不要哭，他只要笑就好了。我一直等。等到什么时候能够等到他的第一个微笑？每天就在医院、复健之间往返，就只听到他复健也哭，癫痫发作也哭。可是终于有一次，我带他好不容易走到家里面跟医院以外的一个河堤公园旁边。他第一次晒到户外的阳光，感觉到微风的吹拂。他终于露出那浅浅一抹的微笑。我觉得我的人生就值得了。我不用听到他叫爸爸，我只要他能够笑就好了。我觉得这就我的人生，也许就要这样就是成功了。所以小米他改变了我人生的很大的价值观。从前我以为要考100分，要住豪宅、开名车。我现在只要觉得全家在一起，能够在一起旅行，看到孩子的笑容，这样就足够了。盛如跟淑慧在某一次的我们的领袖的聚集，他们两个人就站起来说：“我们明年想要做一件事。”我们想要带其他的家长一起去旅行。那时候所有人都鼓掌说好哦好哦，但其实这背后有好大的困难。到了今年的春天，淑慧你告诉我说，你们想要出去玩，除了想要达成全家人的梦想，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们很想做的，因为你们知道天使星一直期待能够让社会更多的认识、理解、接纳友好爱妻儿家庭，所以你们想要透过旅行这件事情去告诉别人我的存在，你们想要让更多的人看见我们的孩子，所以就七八台轮椅浩浩荡荡地组成了20几人的一个队伍，因为你们想要告诉别人我们存在，我们希望被看见，希望被认识。但是我觉得你们好特别，难道你们家出门不麻烦吗？我知道小麦你很有自己的想法，你想要玩这个想要玩那个，小米其实身体也不是很好，为什么你们会愿意带其他人一起出去？杨文，我看到这么多的人，其实我很害怕，我可以拥抱一下吗？出门真的很不容易，也很困难，我们真的很麻烦，很多人告诉我他很麻烦，我说我曾经也是别人的麻烦，但没有关系。为什么我们要一个想一起完成的念头，一直一个概念，
一个家人的概念。有一年我生小麦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没有人陪我，胜如在外岛，我所有的家人都不在台北，我紧急的必须要去剖腹产。我打了一通电话，在我前往医院的路上，我打给谁？我打给我爱天使星的家人，我告诉他我的迫切，我的孤单。电话那头的他说：“淑慧，你别怕，我马上到。”我进到医院，没有20分钟，我被推进产房。他从门口跑了进来，他来不及跟我说什么，他只说：“别怕，有我。”于是我就这样生了一个这么可爱的孩子，在家人的祝福当中，我有一个可爱的孩子。家人是什么？家人就是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如影片上所呈现的，你会说：“我马上到。”当你提出需要的时候，有人跟你说“马上到”的时候，我恭喜你，你有家人。在11年前，若不是有一群人，就像坐在台下的你们，支持着天使星，让我今天有一个家人。我今天不能够站在这里，我从被咬文帮助，到我们靠着信仰，我们站立，到今天，我们也靠着信仰把这个爱传出去，因为我们知道，若爱没有流出去，这世界就不会再有爱。谢谢今天坐在的你们。如果可以，我愿意代表所有天使星的家长们，在这里，谢谢坐在这里的你们，因为有你们，我才有一群好爱好爱我的家人。确实，正如淑慧所说的，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被关怀、被支持。谢谢你们愿意陪伴我。